欢迎收看国光帮忙。光头这造型不是人人弄起来都帅，剃光头头型必须要很圆，扁头的话就难看。我跟你讲，光头不是大家可以剃的，我当初剃起来人家叫我海怪。我本来还蛮反感就是上这种头的光头这两个字出现，如果在场的包括所有工作人员要有一丝一毫对光头有所不敬的话，我就差点我。今天呢，其实有很多人崇拜帅哦，是你好点心黑脸色，不然下会丢。欢迎下一位。感觉就像那种眉清目秀的变态。我是来啦啦啦！我是刘德华，我是龙，我是李文，我是今天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呢，大概只有国王帮会做，国王帮敢做，他们也只有国王帮请得到人来讨论这个问题。今天要讲的是光头的造型，可不是人人都能驾驭得了的啊！以前最热门光头谁？尤伯莲呐。尤伯莲娜很厉害，对不对？招牌啊，他那个光头，对，国王与我。现在是谁？冯迪祖。哇塞，这家伙，他跟我不错。哦，跟你不错。我们在电影里面开同一部车，那我借他拍的。乱胡弄。接下来，首先欢迎最近啊，这个新闻非常非常非常热络的兴隆。兴隆，我的光头。光头帅哥，我讲是不是也再一次介绍一下我的新专辑？当然了，对对对，送给大家好不好？终于补来了，补来了，好不好？谁是周丽嘛？是，这非常用心。我们到意大利去拍摄 MV， 知道知道。是上一次已经聊过，这次要不再聊一次好不好？当然当然，来当然。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这个什么文啊？这个叫做意大利文，叫做 I am more， I am more。这段话我们上次完全一模一样的讲过，洪志兴导播是重播就好了。跟上一次打样，这是真正的专辑，真正出现的，对，不容易啊，热腾腾，刚刚从鸦片厂才压出来的，烫烫烫烫烫，里面那张 CD 更烫，了解了解，哦呦，形容最新专辑，我就是爱，我就是爱，来，请坐，来，哦，那讲到另外一个光头不得了，哇塞，这个光头我们是很难请的，真的，可以啊，哦，他不太上电视，哦，是啊，真的，但是常来我们节目，对，可是你知道为什么他会常来？哎，他上次跟我们讲。跟我讲，他说来我们节目啊，有回家的感觉。哎呦，非常轻松。那要不要先刷个牙、洗个脸？欢迎王俊明老师，掌声鼓励。哎，你知道，其实我本人还蛮反感，就是上这种所谓的“光头”这两个字的节目，因为我知道他的搞笑。是。但是当我知道呢，这个国内这个。最有公信力的男人节目是，哎呀，聊这个台湾光头男人寂寞芳心的时候，我就觉得对可以上。OK， 可是呢，我个人真的觉得，我虽然无法，但是我没有无天啊。对对对 ，OK。那我觉得呢，我们这外形呢是我个人选择的，是，我不觉得这是我人格上的缺陷。怎么？有点优点。我的意思要说呢，今天呢，如果在场的，包括所有工作人员。要有一丝一毫对光头有所不敬的话，我就差点，我。你跟我心情不用您交代，你死脸色我们就出手，我们来处理，好不好？那请问一下，两位哦，其实都有过去嘛，哈。过去是说，就是有头发的意思。对，我就不会生下来就这样嘛，哈。那当初是怎么样去选择了现在这个造型？我当初是因为我很喜欢佛法嘛，是，我常常跟一些这个出家人啊。跟喇嘛接触聊聊天啊，聊聊。所以你觉得自己有头发太脏？不，他们觉得三千烦恼丝啊，有时候我们烦恼来的时候摸一摸头啊，把这个烦恼都已经剃掉了，那何须再来一些无名烦恼？哦，应该该放下的烦恼都放下。那是真的。就聊一聊之后，我觉得哎，其实这个观点蛮好的。是是是。然后呢，一方面我也喜欢这个。西洋音乐，很多的西洋音乐的黑人啊，都是光头，都是光头。哎，那哦，对，那我觉得这样也好，然后我就把头剃了。一剃了之后呢，我就喜欢上光头了。
哦，从此之后小姚薇薇剃了就哦，对，剃了将近有10年以上，是是是，对。但是我觉得剃光头要有三个条件，哎，一，请说，第一个，头型必须要很圆，那对，当然的。扁头的话就很难看。我跟你讲，光头不是大家可以剃的，我当初剃起来，人家叫我海怪。我头太扁，都是扁头，所以都不好。不是我扁就算，我还内凹。你还内凹？嗯。所以睡姿很重要的。我可能是我强烈怀疑，我大概幼儿时期摔倒过。嗯，没有，我那个年代爸妈能把小孩照顾大就不错了，很早就顾头型。而且那个时候床几乎都是硬的嘛。对啊。那第二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说呢，本身这个身材要够瘦。哦，因为如果光头太胖的话，那看起来会有压迫感啊，那是真的，对不对？会觉得好像是坏人的感觉哦，所以要身材要是瘦，像王菲菲这样，身材是很新鲜。王菲菲，王老师，对。我跟你讲，他今天除了对光头不礼貌之外，对年龄不礼貌，他还是会出手的。是不是？有机会这样子吗？应该不会，没有不会。好，那再来。第三个条件就是要他能够这个耐得住寒冷。对哦，容易受凉，对不对？对，像刚刚我就觉得后面有人在扇风，凉凉的。可是你 OK 对不对？现在 OK， 但是这个冰块嘞包住你的头，你自己冰冰看。冰块包住我怎么会马上感冒？那王老师，请问一下，您当初怎么挑准的这样的一个？我其实是，我就一路来我就顺其自然，是头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你知道，其实就是说。你很少的时候，你就也很怪嘛，对不对？嗯，就是说这边少一点，少一点，那干脆就全部那修掉。那是在几年前变成这样？其实很早，其实我到20几岁的时候，我都发现，其实有一次我不知道到哪个游乐园去玩，有没有不是冲下来的？然后最后他会拍一张照片嘛，对，然后你出去要去拿那一张，说哎，怎么会中间少一块？就这个地方就很明显。嗯，我觉得那个我应该是30出头那个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已经开始是，然后到30late就是末的时候，到40出其实就已经非常少了。嗯，非常少了，就干脆把它剃掉。对，我就干脆就剃掉了。对，音乐界还有一个也是这样，就枪辣不入的朱建辉嘛。朱建辉，对对对，他苟延残喘了很久。哦，他到这边一直要留一撮嘛。哎，对对对，后来我们跟他讲，我说。对不对？对，你就面对自己吧，对不对？你就对不对？哎，他其实剃掉其实蛮好看的，对啊。可是他头型也好，对。所以我跟你讲，其实光头这个不是真的留，因为头型真的很重要。像国外的影星的布鲁斯威利，他也是光头，哎，头型也是要够圆，要那是真，那这样才好看，是是。哦，那但是其实我刚刚讲过，谁没有过去呢？干嘛？来，想干什么？现在要做什么？我。张清芳，各位不要怀疑，这是不是张清芳？这是张兴龙。什么叫张兴龙？这个是兴龙，这个兴龙，哇塞，这个大概是我20年前，哇，头发很多哎，嫩哎，长了，我毛发浓密，长的哦，对对对，那时候是比较青涩时期，刚出片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流行就是。张国荣啊，对对对，香港流行过来的发型，中分，对对对对，就是窗帘头嘛，对对对对对。请问一下，你这个时候唱的是什么歌曲？我这时候也是唱情歌，我就喜欢唱情歌。是哦，但是我跟你讲，这是静态，我们看一下动态的情感。还有动态的。长久的分离，即将化作句点，心中期待你是否能。老师有三阶段，第一阶段，20岁的老师，哇塞，完全就是一个嬉皮。那时候已经接触音乐了吗？我这张照片是我海端实习跑船的时候，哦，然后就在船上照。对，你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就是在音乐界来讲是属于那种70年代的造型，对，70年代，对，对不对？对，有点那个时候的乐手嬉皮的，对，对，乐手造型哈。这时候哇，长苗子非常多，非常长苗子。那个时候就是那样，光阴似箭，岁月如梭，30岁了。哎，变了，开始变了。对，这是我在录音室的时候，因为录陈淑桦的有一张专辑的时候，是，然后他们要发媒体，然后说要拍照，跟制作人拍照。嗯，那时候我记得，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30岁。30岁，青年有为。哇塞，开玩笑，王志明老师这了啊，是不是？所以在当时也不是很在意自己的发型，就对了。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没想那么多。制作人那时候
音乐制作人通常不会管。其实这是因为要拍照，可能有稍微梳理一下，整理一下。其实我们在录音室录开始工作，熬夜的时候其实那非常邋遢，更随意的，那真的非常邋遢。然后接下来40岁，哇塞！这是因为到绿岛去潜水的时候，不是，这是蓝屿潜水的时候，就直接因为他那个什么，因为那个你穿这样背个 BCD 干什么？没有，因为他不能托运嘛。我们就上飞机，我们穿着、背着，我想穿着上飞机。我说奇怪，这个为什么穿这样背一个这样一个潜水装备？乍看一下很像那个飞行员教官，有没有？对对对对对对，飞行员感觉像跳伞下来的。对，所以说是你看那时候40岁开始，其实就已经是非常发量非常少。这张照片跟你现在比起来，你比较精神现在。对，对对对，对吧？为什么会这样差别呢？我觉得其实就很简单嘛，我觉得就是那个头嘛。头发就是头，对，光头是比较方便还是比较麻烦？我是觉得两个都有，很麻烦就是说你必须，像我是差不多两天就要刮一次，要刮一次啊、可是问题是两天，其实第一天呢，你刮了那天晚上，其实呢它就跟胡子一样，其实它发根它就长出来了，就出来了。对，如果是你每天都要上节目的话，我当然就习惯每天就要刮，否则的话就两天。你是用刮胡刀刮吗？对，当然是刮。电动的还是？不行，你电动绝对刮不干净嘛。剃刀。对，电动绝对一定要剃刀。刮胡刀剃刀，那你会用那个什么刮胡泡啊？我是用需要，那我是用 gel， 是那种胶那种。如果哪一天你的伴侣要求要帮你刮头的话，你愿意吗？是什么意思？没有，就是你相爱嘛、就是他说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对啊，很单纯的意思。没有，其实有时候要小心哦，要小心，因为电影里面很多是，很多的人嘛，黑手党的老大都是这样刮掉，死掉。我就刮头还你还是要自己刮了。我就曾经有一次经验，就是说因为赶时间。我在内地的这个饭店啊，然后就用，因为忘了带自己的刮胡刀，就用他们的，比较粗，那不行。饭店的刮胡刀，它那个并没有那么精致。但我在那个时候很急的，就是说大家约好时间要下楼，大家聚会，然后我一起床，时间来不及了，我就很急着用饭店的那个刮胡刀，完了，直接刮。哇，很快的刮好了，等下弄一下去之后，我朋友笑了，喂，谢龙，怎么样？你说满头都是血呢？谁满头都是血？我满头血，对你们有吗？有啊，没有啊？那是怎么可能？后来回去，赶快就回到房间去看，整个头啊，好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吃那个糖葫芦，有没有？整个就红掉了。哎呦，糖葫芦，红光头啊！红光头，就是说因为太赶时间，而且那个刮胡刀一阵乱刮就太钝了，太钝了。但后来刮胡这个还是要，这刮胡刀还是要仔细一点，然后慢慢刮，从前到后这样，还是要讲究一下。那今天呢，其实有很多人崇拜你们，我们要为你们一一介绍，这些人都非常崇拜。能够剃光头的男人，我觉得剃光头的男人其实是很有自信，就像女人甘剪短头发是一样的意思。好，这个因为已经不需要这些烦恼丝来衬托自己，这个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想法。那我们先介绍这一位，他们是非常非常钦佩你们的。首先欢迎来夏克立。夏克立。你也想光头啊？夏哥，你为什么会想要你光头？我跟你说，我去年的5月，要拍一个电影在马来西亚，然后因为那个电影，我爸旁边就刮掉了，然后上面他们要我留着上面的，然后我觉得哇，看起来很酷，很酷，因为我是那种你看。大电影有那种很酷很帅的，就是譬如说那个玩命关头那个六那个冯迪索，有 Vin Diesel 啊，还有那个更帅那个 Jason Statham， 就是另外一个以前放舒淇在他的那个后车厢的那个男生，你知道吗？放谁？舒淇。放舒淇哦，英国真的，对，很帅哦，帅啊！所以我觉得你剃光头可能会比较像谁？激怒李维剃光头。你可以看啊，这里有这照片。哦，对，激怒李维是瘦长的脸，跟你很像。对，哇，对不对？你在这个时期拿出照片，就比较近的。哇塞，红衣服是谁？高大哥。对，哦，是。那你这么想剃，我们今天就帮你剃啊，就把刀拿。对，因为现在不能剃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东西现在就是，譬如说你有，不要烦恼那些，我们就剃了，就剃了。不行，我就已经有了，你看。可是我发现我的头其实没有，就有点乌乌的。你看，乌乌的，亮亮的。有没有发现？我觉得他应该是在
打蜡在他车子上去有吗？打蜡开始打上油，有没有打蜡？会不会保养？完全没有。那两位的那个头会发亮，都是自然亮，就对了。其实就是说，我们有头发的话，那个头发还是毛细孔会分泌出发油，对，出油，对对对，有出油，那会延伸到头发。可是，但如果没有头发的时候，如果出外景，夏天或者在外面，要擦防晒油吗？会不会晒伤？我要，我曾经有一次潜水，中午的时候，我一直等那个潮水，等。真的是，我差不多晒了半个钟头。哇塞！我回去第三四天以后就脱皮，然后我女儿还帮我剥这个皮甲。哎呦，哇塞！对吧？就跟皮肤一样会红。对，所以头皮其实会被晒伤的。是是是。会，如果晒太久的话，是整片直接再拿起来。哇塞！可是我觉得如果把头发要剃掉的话，还是要稍微晒一下，因为它那个颜色是一样。对对对。我很怕那种，就是以前什么刚剃青色的，青的。哇，那个两个颜色是很尴尬，就像这样了。对，那个很不好看的，一定要还是要它那个颜色是自然的，跟统一啊，起码跟皮肤是一样。对，因为其实我一刮旁边的时候，其实有点太白了，是。可是我已经太白，所以就是我小时候拍一部轻装剧，叫《一代皇后》。嗯，我演皇后，我演皇后的儿子，胡灵啊，顺治皇。嗯，轻装剧都是剃一半的，剃一半，对，剃完了就像你们讲的，前面是青色的。然后我们的制作人就说：“孙鹏，你现在从到现在开始到开镜前，你就每天去晒太阳，哎，晒着，这个上面的头颜色就跟脸的颜色是一样。你说剃光头，你看起来比较有杀气。对，你看我没有剃光头，看起来太乖。你最近被谁欺负？我真的生气了。你最近被谁欺负？嘉谦吗？啊，就是，当然有他，有杀气是干什么的？”那个很凶的感觉，因为你看有一个照片，我有踢旁边的时候，然后就是这个杀气，其实又回来一点点，又回来一点点，好狠哦！可是看起来好坏哦，好坏的 gay 哦。对啊，那现在踢一下踢，对，好，非常棒，好来，请坐。好，我坐，因为后面还有两位，欢迎下一位，丹珠。待这么久干什么？最近对他好一点。哎，哎，对，他刚开刀，近日身体为心肌梗塞，怎么讲的？心肌梗塞，心肌梗塞。那天讲的，就是你啊，就他，对对，就我。台哥一直在骂你，真的假的？说你已经这么肥了，然后呢又不忌口。我是叫你扶着。哦，没有这么肌肉，这么帅，没这么肌肉。那天才在讲你身体好一点没有？啊，有好多了，就是。你是心肌梗塞，为什么不就剃光头算了呢？啊，心肌梗塞跟剃光头有什么关系？你那么多烦恼，他又不是要动脑部手术，他胸脑这是刚回来的第一个通道。你现在胸部还有刀口的？没有，是在这边，哎，双支架，就是在那个鼠膝部开了一条心导管支架。对，你装了几支？装一支，还好不是装三支。你几岁？对，28。28你就装一支，那你今天来我们可以捶你吗？今天尽量不要，还是可以啦。不是，所以现在有在吃那个抗凝血的药，所以打头可能它会这边有一块淤血，有威胁我们，对不对？对对对，所以请放心。对，所以你现在的表演也不能太激烈的那种，而且不能流血，一流血血会流。会凝固，没有办法凝固，对啊，真的。可应该大概吃9个月就可以停药了。不信的，招病友。不要了。那我问你啊，请问一下，你为什么想要剃光头？就是以前其实也是看受那种电视影集的影响。哪一部？布鲁斯威利的。那是电影，就是那种世界末日啊，他不是跟那个他女儿在，就是说要离开的那一次，要按下那个，对对对，然后去炸陨石嘛，对，他不回来了。终极警探系列，他不是都很帅就。慢慢特写，他会这样。你好险，你好险，心肌梗塞，不然这样会打死。那为什么不剃呢？就是我不太能剃。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之前的身世其实蛮坎坷的，就是我当兵的时候就遇到了，就是因为当兵比较脏一点，然后我就压力跟那个环境脏乱，头虱有鬼剃头。鬼剃。然后后来还有压力，鬼剃头就剃掉就好了。没有，他就是比如说我们正常的头发是这样的，不是它就一块一块嘛，那头发全部剃掉，不就没有什么鬼剃头？没有，那会很明显，因为我们正常的头发是看得到有发根的，可如果你是鬼剃头，它是整块就是不见了，不见了，连毛细孔都没有，所以那剃掉会看起来像是草头
操刀红得啊，对，会有那种感觉，操刀两个刚的。对，那你还有说你剃的头会看起来满脸很肉？哦，对啊，就是我太凶，对，我的，因为我长得比较胖一点嘛，然后我平常对，你刚刚讲。对 对, 对，剃头还是就如果是光头的话，身材还是要先瘦一点比较好。对，他那个像两位这样的，你看他左手在做什么小操？啊、我让你看一下。没有，就是这什么东西啊？好整理，好整理，帅。对，还有呢，就是一个纲要。球星，嗯，这样也要写小操？其实因为 我怕那个因为啊讲错了，哦，抓到了哈。这样也要写小操？有 round down， 有顺序下来。伤口在哪里？哦，伤口在这边。哦没事吧？没事啊，好了。哎呦，太紧张了，太紧张了哟！去坐，去坐。OK， 谢谢，坐好。慢走，慢走，走慢一点。哎，去跟那个，可以快点的，跟电工申请两条那个正负极的线给我好不好？万一他在，我们就有点电力。现在很稳定，好吧？好，那就好。欢迎下一位。张立东说故事。钟康根本没在听，就向一个女生告白，然后就是失败，嗯，然后就到理发店去跟那阿姨说，阿姨我要理光头，所以那是兵变，不是不是，就是告白失败，告白，那是别人的故事，你可不可以认真一点？国光帮忙，欢迎下一位。你身体好烂吗你啊、哦、来为什么你为什么想要剃光头你知道、欸、等一下等一下哎、欸、你是好你看一下镜子哇塞你整个清秀了起来对啊对感觉就像那种眉清目秀的变态对对对对对有点哈为什么想剃光头本身来说就是因为你知道头发我以前留过长分、中分，通通都不对。嗯，然后也留过一撮白的，也没有什么成就。嗯，然后前一阵子又留往后面梳，又像娘炮。对对。然后以前后来就留那郭富城的头发，香菇头。想不到那时候就慢慢的站稳自己的头角。老师面前好好讲话，不要乱弄。他是音乐界的，我是音响界的。找不到这套，谁跟你来拿一套？哎，我请问一下，最早就是说有人像说我留头发像翠梨酥。好了好了，嗯，翠梨酥，那你为什么、嗯、为什么后来不剃呢？就是怕什么呢？不是因为我觉得我看来个性皮肤又好，一剃起来不像秘密老师。你放屁！你这里讲不是这样，那叫什么？无耻东西！他说什么的？我害怕成为宗教传奇。哦，这真的。因为有什么好怕的呢？因为我平常很多人就是看到我就很就是一直拜，嗯，一直拜。对，老师又真的没有吧？甚至有还有地府灵。对，甚至有人看到电视看到我一样，老师看到这样。没有。真的有这种崇拜的人，反正头皮弄好，对，弄好。然后如果说你剃光头的话，会更那个。我告诉你啊，如果真的剃光头，你就变宗教领袖，起跳至少。我觉得变妖僧了。妖僧，我如果从命理界，如果从命理界进入宗教界的话，那个信徒有没有至少成千上万的？我觉得你这头套最棒的就是连着你的抬头纹，你知道吗？对呀、啊，一模一样。所以来，对，双面有化缘。这哪里有化缘？因为我不化缘吗？哇塞！乖乖，你抬头。阿弥陀佛。谢谢，不是，他刚刚是在后台跟你们 say 好的。干嘛这一套？每次都不做梗，做的烂梗啊！要说好，那确实是刚剃光头的时候，像我刚剃光头的时候。走出去，人家也是会跟我双手合十，是啊，也会恭敬，然后甚至有人会供养我，就拿红包给我。真的以为你是师傅啊？真的对。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样不是你穿什么衣服出去？穿这个和尚衣服，谁不供养你啊？没有，我只是穿比较轻松一点，素色系。哦。我后来觉得这样不行，所以我才留胡子，因为区隔出家人是不能留胡子嘛，对，需要留点胡子这样。那后来有没有长出六个戒疤？不需要长出来，就是有戒。哎，问你啊，在命理上来说，是不是？剃光头
就剪头发这个事情是其实对跟命有关系。基本上我觉得会不会影响到光头对运会不会有？以外形来看是每个人想法不一了哈。但我觉得光头的运是不好的。真的？那不好意思，刚刚有对对对对。光头运基本上来说，我们先让我讲完再动手，好不好？好。啊，比如说，因为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有的人够不够？来来来，不是两个人，基本上有人就是犯法被关起来啊。我们讲不是讲人家坏话哈，有一些经过很怕被打，不是？怎么就往后退？不是，在前面，他觉得中间没有人，他觉得后面没有人，他比较安全感。但有一些很值得我们同情的一些病患，在进行某些治疗的时候。就会脱落，所以光头基本上，代表运势啊，都是一个急剧下滑的一个危机。是，可是有种发型好，是，就是特殊的光头，叫做在清朝的时候，包括我们说日本那个德川家康时代的时候，要光这边是好的。你看这边如果光起来的话，有没有？就代表哎，清朝跟日本的德川家康那个时代，大家都剃掉，天庭饱满，天庭饱满。哎呦，那王老师天庭饱满哦，你看那天庭多饱满，蛮饱满。对，是那个意思。对，是这意思。兴隆天庭很饱满啊。那其次就是兴隆天庭到后脑勺了，是不是？其实这个头型不错，不要摸人家头，这里亮，这里再凸一点的话，贵人缘越旺。哦，怪，我再请教一下，不喜欢人家摸头，对不对？非常不喜欢。我告诉你，我摸就是加持了。你摸加持，我摸加持。别人摸加持，我告诉你，我会帮你加持。我跟你讲，他们两个头型有没有啊？仔细看有没有，从不同角度来看哈，都是圆而无缺，就像月亮一样。非常好，讲得好。有没有扁头会讲下去？先拿下来。扁头会怎样？刺到。怎么样？扁头会怎样？扁头就比较，就扁头有没有哈？对，扁头怎么样？其实中晚年比较薄啊。我曾经有朋友扁头，后来吸毒自杀了。这是你朋友的事情，跟扁头有关系。你看不起扁头的？没有啊。啊，你不知道以前总统叫阿扁啊，就阿扁。我是啊，继续，就带好，头像学的角度来看，所以一定要圆而无缺，就这样，站住，这样好看吗？好看，这样好看，好看，真是光头，美丽是被嫉妒的，这样对不对？谢谢。好，下一位，还有。光头你还戴帽子干什么？这是为什么想成为光头的原因。来怪，为什么想成为光头？因为嘻哈歌手。谁呀？嘻哈歌手大部分都是光头。哦，是吗？像那个。你说是外国的？外国的。谁？阿姆。阿姆？阿姆哪里是光头？阿姆光头啊？阿姆不是光头啊？阿姆有留过头发。五角才是光头啊！五角。谢谢。你说你还知道，我吓到了。废话。这样，他也是音乐人，五角都不知道。那为什么没有剃光头？为什么？啊，就是其实我有一个就是念头，在国中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向一个女生告白，然后就是失败，然后我就想要重新开始，然后就到理发店去跟那阿姨说，阿姨我要理光头，然后阿姨就开始问。他就好奇嘛，然后开始问了，然后开始提，然后问我说，然后我就跟他一五一十讲，然后就开始跟我开导，说哎不要这样啊，不要、啊，然后年底到一半，他就说哎，阿弟你扁头嘞，你这样剃，你这头发会很丑、啊，他是扁的，然后我就说那阿姨，你可不可以专业一点，你可不可以早一点讲，然后所以我就理一个很怪的，前面很光，后面很一堆这样，你是清朝人。是哦，对，哦，所以就从此我就打消这个念头。是哦，因为扁头，哦，所以那是兵变，不是，就是告白失败，告白那是别人的故事，你可不可以认真一点？夏克立想当光头佬，电影明星傻傻分不清。你如果光头的话，就像。你后面小腹啊？哦，真的很像，对，不是那个啦，眼镜拿掉，酷。哦，国光帮忙，你说你那是兵变，
不是不是，就是告白失败，告白那是别人的故事，你可不可以认真一点？好，那你打完再说对不起。真的，我都没发现呢。没有，那你就站着就好。好，因为你没有位置。啊，我今天好不容易贴。你自己的，你要什么位置呢？啊，也是。我能站在这边就好。这边外人的，对不对？你可以去导播室做导播的位置。好了，那张伟忠，你兵变的时候就剃过光头。哇塞，到金门的时候，哎，部队你不是不准剃光头吗？随便自由剃啊，怎么不准剃？狗屁啦，部队不准剃光头。我们在空军防炮啦，随便你剃啊。空军哦，剃到比高兴的，不但剃，剃到比高兴，随时可以剃。啊，剃完之后还怎么样的？去胡子，真的假的？就是爱剪就爱剪不剪的意思，就很脏的样子。然后有事没事就讲脏话，然后那时候真的是人生最低潮、最颓废的时候，而且运气很衰哦。那阵子有没有哈？搬东西手被压到淤血，又被狗咬到，然后还跟学长打架关禁闭，什么衰是不是都光头留下来的？哦，很惨。你人生最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今天而已啊。每一次来都是人生最低潮，每一段都是最低潮。对对对，你有高潮过吗？目前还不错。哦，那为什么夏哥你觉得你光头跟肤色有关系？哦，就是譬如说我有个朋友，他是那个中东的人，然后他以前是头发有点卷卷的多，是，然后有点小胖，不是小，他有点胖，然后他就是那个感觉就是有点懒惰的感觉，就是看起来有点，他动作有点慢，然后就是觉得他很运气不好什么什么，然后他有一天就决定说，哦，我去光头，我就剃光头。他之后改变，完全改变了，因为他皮肤有点黑黑的，然后头黑黑的，有点像打篮球的人，都是剃光头。NBA 的，他的身体还是一样，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是光头，就突然看起来比较凶，比较凶。然后不是胖懒惰，就看起来比较壮，突然的就是因为光头，就看起来很壮，然后很酷，变得很有型，戴眼镜就很酷，就型呐。所以如果你觉得说你开始有点懒惰，然后胖，然后你就剃光头，你就可以哇，很有型呐。然后人家啪你，然后对，有没有听到没有？我前些时候呢，我就看了一个美国的一个，就是在 Bay Area， 在就是旧金山那边的有一个 CEO， 他大五十几岁，可他失业大好一段时间，他都找不到，他都没有公司要他。然后他就自己看看自己，他就是因为怎么样，已经是中年了嘛，所以有点秃，然后穿着也是有点邋遢。是，后来他就经过人家帮他指点以后，他就头全部剃光。他也去学的，就穿着牛仔裤，是，换了一个衬衫，马上就有个大公司要他 CEO 的用。哎呦，酷！我刚一开始就讲了，其实男人头发剃光了，其实是有自信的。所以这个人可能是你有头发，其实说真的，你有头发你不整理反而是难看。真的。然后呢，他剃的头发，可是人家看到，哎呦，亮，觉得他有自信，人家才会在雇佣他嘛，对不对？而且他也改变了自己嘛。我觉得这个，其实我刚刚应该讲，男女都一样，男孩子剃光头跟女孩子剪短头发是一样，都是我真的很有自信的表现。头发已经不能够再影响到我什么了。你看那个贝克汉吗？David Beckham 对不对？他头发他以前有保险在他头发上，因为他头发很重要，然后很帅。他就一天决定说，我就刮掉了，他刮掉了就好好看哦。是，你看。好，别气别气。他做什么都是帅啊。我们现在可以帮你剃啊，你怕什么呢？不是，其实我该讲的更准确一点，你如果光头的话，就像你后面小布了。哦，真的，你真的很像，对不对？不是那个啦，眼镜拿掉，酷。有。那好吧，那 OK， 你那么喜欢光头，为什么你不早一段时间就把头发剃了，做一阵子光头的造型？因为我现在是做很多不一样小工作，我没有一个小工作，小工作啊，什么呢？就是待。就是去拍片，然后小演戏在，对，然后客串光头，就是譬如说我这个要演一个比较很帅，然后很 nice 的一个人，什么什么，我光头我不看起来很 nice， 我就看起来很凶，然后你戴假发嘛，对对，就是那个样子啊，就不能有不一样的样子。如果是你光头，你就是帅很酷的感觉，就是这样子啊，对不对？那你人不以为不懂，人生也要有一段。
段时间是这样的造型，其实蛮好的、啊。可以啊，如果我譬如说我去加拿大一个月，我可以把它就剃光了，剃光。可是也有缺点，他们讲的，我十五分钟的太阳里面，嗯，这个红就晒伤了，然后脱皮，然后哦，对，因为我那时候我去拍那个片的时候，我旁边那边。我没有放防晒油，我说我放了，因为防晒油它也有过期时间、嗯。他说半个小时之后没有用，然后我就开始晒伤，我可以感觉到那个，你知道吗？然后这个哦，就回去爆红，好像龙虾、嗯，你看过龙虾吗？煮过的，真的煮熟了，就也脱皮了。对，光头啊，还是要晒一点太阳，要一点肤色，不然太白的话会像怪、啊。应该这样讲啊，因为哦，皮肤也是一样嘛，因为你长久没有晒过，它没办法习惯。你还是让它慢慢适应嘛，对，慢慢。那你现在就不会了，你现在就出去，比如说走出去就还好，太阳晒就很 OK 的。而且远看的时候，你看一个光头，远看的好像水煮蛋一样，这就不帅。白的，对对对，白的，是，至少像卤蛋看起来比较舒服，好一点。太晒太黑的话是铁蛋，对，也不行，那也不行，所以要刚刚好，是，这个古铜色。在蛋形的选择上，你是非常有成见。我很讲究的 ，OK， 这个很重要。那三猪为什么不剃光头？就是现在为什么不选择剃光头？反正都心肌梗塞，哈，就会缺一块一块，那剃起来就不好看。现在没有啊，因为我现在在慢慢在长回来。你现在还在鬼剃头啊？没有，它已经只在长了，自己长那个汗毛，所以我在用一些头发。你现在眉毛已经慢慢的掉了，你知道吗？我现在没有，我现在眉毛很好啊，好吗？不是你鬼剃头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当兵的时候。几年前啊。你鬼剃头到现在还没好，就是他曾经，你那不是鬼剃头哦，他掉了之后，然后是臭头哦，不是他需要时间，他需要时间长，耐力哦，那不需要时间长回来，慢慢长，对，这也太久了吧，已经长了，你退伍多久了？三四年有了。你这个赖皮头，不是，你几天洗一次头？那真是我天天洗，天洗吗？因为我是还是那是天花性的头发啊，不是天花，天花会醉，就是有时候会喝醉。你真的是鬼剃头吗？对。可是人家不是鬼剃头一个月，然后好像很快就走就好了吗？可是自己会长，不可能，就长比较久，是哦。那就剃掉它，长不是一起吗？不是，因为那个一直跟着它嘛。哦，对啊，可是现在已经长了。你要走点公庙啊！我刚刚那个是卡到音哦，不是鬼剃头，那是鬼附身的。对，是鬼一直剃头哦，不是，对不对？很可怕的。鬼一直剃你的头，鬼一直，你又不是鬼在睡觉，在睡觉，你一睡着，这个现在还在剃啊，这么忙？对啊。但是我还是希望有机会可以剃这样的头，因为我以前。大学的时候，那我们现在帮你啊？没有，因为就是我虽然通告不是很多，对不对？有点小。刚刚没有听夏克力讲说那个胖子的故事，剃了以后，对不对？真的变得大开了。那胖子真的，那你看，剃掉一颗牙，你干嘛变老外？那你为什么不剃光头？扁头，刚刚我就是头的这个问题。我的意思说，因为你现在已经走入邪心，你刚才不是剃个光头给大家笑一笑啊？哦，这里有所不知的，怎么了？因为我最近就是有工作上的考量。哦，什么？怎样工作？怎样？就是电影之类的。电影的。哇塞！电影。哦。如果没有那个，我一定剃。你电影拍的？哦。2014年拍。过来。哎，你补这干嘛？来，剃刀来。所以基本上来讲，你们羡慕光头的造型，但是你们没有这个勇气，没有这个自信去做这样的事情。不是啊，我剃的光头就像出家人，然后剃光头好处是他不用花很多时间每天整理。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跟你讲，你剃的光头像，没有人。工作人员直喊光头佬，王志平差点开骂。你们制作单位呢有一个小朋友的外号叫光头哦，对，他就要敲我通告，他就传简讯来，我是国光，光头，我们明天什么时候给我？国光帮忙，不是我剃的光头就像出家人，然后剃光头好处是他不用花很多时间每天整理。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跟你讲，你剃的光头像变态，没有人。刚刚我们开始讲，把头发剃光了，这是第一个很有自信的表现。嗯，好。第二个，这是一个怎么讲，很有智慧的表现。对。好，这两个是很重要。那我觉得，如果这也是一个命中可以啊，像我也是不可能，邱红也不可能。
对不对？你也不可能，因为我们都是扁头一族。那个你们哎，没有什么可不可能哦。上次一个朋友说他不剃光头，他绝对不剃光头。后来喝酒被打破头，被打破头。你现在讲陈生是？不是。后来冯六珍，冯六珍前要怎么样？剃光头。然后呢？就是灾难呐、啊，有时候没什么可不可能。不是我说，我们说我们是扁头。啊、你在乱接什么？去去去。专业一点好不好？不好意思。对啊，那这样就是说，以后就遇到就是这种造型的人呢，我们要尊重人家，不要很多人开玩笑去乱摸人家头，没礼貌。就算人家有头发，也不可以这样了。对，对，每一个人都要尊重，每一个人造型嘛，对不对？那尤其遇到王志明老师，你敢被打死，他是无罪的。那这我要讲，你们制作单位呢有一个小朋友的外号叫光头。哦，对对对，他就要敲我头稿，他就传简讯来，我是国光。光头，我们明天什么时候可以？啊，不是，误会大了。你直接就问我什么时候可以 re 稿？我是国光，你是谁呀、啊？原来是国光的光头，不知道，直接叫光头，他的名字叫光头，他外号叫光头，不是光头，不是。其实他还是有一些发根了，只是说光头，来来来。没有，他是我们刚开始录的，因为我记人我都不会记名字嘛。那我看他那样，我说他光头是吧？你说，哎，麦给他。你叫什么？光头。不是，他不是叫光头，他叫王鼎。他欺负你，王老师。他叫王鼎。什么时候没搞？对，我说哇，然后这边要去传，你在哪里？我现在去找你。你等我，你等我。他真的叫光头啊！对对对，这头型也不错。对对对，这头型不错，头型不错，适合的。好，很好。没有，没有，没有。老师知道了。好，去休息。好险，好险！你刚刚讲老师对不起，不要说哎，光头对不起。好吧，那我们如果跟你们潜水的话，我们就要稍微小心一点。为什么？哎，看错。哦，不是，哦，不是，哦，不是。哎，不过真的有方便处，比如说我们去游泳池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戴泳帽了。当然了。哦，真的哦。对。哦，可是你们还是要买洗发精吗？洗不用，完全不用。你这个问题是侮辱人嘛？不是，因为这边的还是有毛细孔嘛。觉得老师不好意思，他在一罐可以洗一辈子。我帮你，这个小哥你不能这样子。我们不用洗发精的，对，我们用沐浴乳就好。哦，是洗发精要用多久？两辈子吧。哇塞，还是好好一罐。哇塞，他买洗发精在洗胡子，人家洗头人家洗掉。太快了，所以光头桃花好，与其不如光头桃花好，名字好更重要。你有哪一个时间可以不要接话的？我刚刚说光头会不会有桃花哦？他名字好，他没有把所有的节目都弄成这个命理节目。不是，他是在做生意，因为他的心有没有哈，代表金的意思。金，所以他的女朋友名字里有个金会更好。哦，所以刘。金刘金，对，他有点像刘金哦，不是，就是有金金相生的意思。哦，他的龙有没有哈？龙本身跟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也是土金相生，又合。他的女朋友如果有个卯，你知道吗？卯金刀流，卯就是兔，龙跟兔三会又是好。哎呀，所以你不要说他长得帅，他名字好哦，就好女孩就跟他在一起。新龙，你刚才弄你。如果说你要节目好好，再讲到你身上去。真的，对，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就交做朋友而已。不会打的，好不好？好，今天我们这个对于这个造型的讨论的非常热烈，对，非常开心，对。那希望今天讨论的时候，对所有这个所谓的头发这个剃掉的光头的造型的人呢，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正面的能量，对。啊，相信王老师这个今天参加我们这个就没有后悔吧？没有，对不对？有，还是有回家的感觉啊。有，好，辛苦辛苦。那我们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喊光头真伟大，好不好？好，来，一二三，光头。